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The Long Dark》漫漫长夜。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在我们的灰狼山去找飞机哦。每天都在灰狼山找飞机。我先看一下我的舱口里面的东西有没有需要带的。有水哦，带一点水，我的水快喝完了。带多带1公升，转移好不好？1.35公升。我身上，哎、欸，我口渴、欸，看来喝完之后要再多带一点，喝完再带0.5公升，我真的就喝掉0.5哎。好，再多带0.5。哦，还好我有看一下，不然就没有带水出门了。转移，这样应该够27.37。你看，我还把这个要晒的熊皮放在这个门口，有没有？出去踩一踩，然后。哦，感觉很好，迎接我的就是狼皮大衣。欸，今天有起一点雾，欸，天气不是很好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上一次好像有一些经验，知道走这边，欸，是走这边还是走这边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沿着这一条走，走到上面就可以不用爬绳索。不过我今天想走这里，这里我记得我没有去过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去过？我有点忘记了，老实讲，不管啦，走这里好了，不跑了，不跑了。我们能不攀爬，不用攀爬绳就不用攀爬绳。而且很多观众跟我讲说，走到最里面，哎呦，现在看到美国想要踩一下了。走到最里面会有一架飞机，那里才是资源最多的地方。我们前面看到这些都只是小菜而已，小菜一碟。前面的都已经。拿一次就中到，拿不回家嘞！那里有狼，我只要拿一次我就背不回家嘞，这样还叫小菜哎！哇，如果是那个重头戏的话，听说要运2-3次才运得完呢，就是要来回个2-3趟才可以把所有东西运完。我今天就来这里，这里我应该没来过吧？大后方，我把这边取名叫大后方好了。就是在那个什么欢乐谷走进来，到那个小屋的更后面。哦呦，有熊！我要拿好火把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发烟筒了，所以我不能再这么。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去把它干掉，就不会这么辛苦？等一下，不行，我现在只剩8发子弹。也不能做这种事情。还有人跟我讲说，希望我再回欢乐谷拿一拿东西之后再来挑战这一座山。不过我想应该是不太需要啦，因为如果你第一章就选择这个地图，就是你直接选这个地图来生存的话，说不定资源比我现在还少啊。那有人还是可以在这个地图生存下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不是资源的问题，是走位的问题。我在说什么走位的问题？我们一路走到最里面了，有没有？这里已经有高山了，这个高山要爬上去吗？我不晓得，我感觉这里好像比较安全。哎，说不定这里走一走就走到我上一次，有没有？上一次我好像也有。离那个湖边很近，有一个山谷里面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好像是在这一条路的左边，是不是？如果没记错的话嘛，那我这一次走右边。希望我没记错了。我记得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第一次来灰狼山的时候，我就是走进这个山谷，然后往了左边走，然后哎，等一下有狼。我又按错了，有狼叫声，点起火把，先点起来。回音谷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还在这边大叫，武秋风有没有？不知道大家有记得吗？那一次我走了右边，左边，我这次走右边，走完全不一样的方向。奇怪，我刚刚听到狼叫声，忽然又没了。害我把它点起来了，
没事没事就好。其实我为什么会很习惯的去就是换装备？因为我通常都是空手啊，所以我很习惯就手指头马上去压一，就想说赶快压一，赶快准备一下。现在我手上拿火把，要按左键，不要再按错了，不然按错就来不及了，按错就要死了。现在按错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哇，这里都没东西欸，不是没东西啊，就是一个山谷。我不会山谷走到底了吧？欸，这里走不过去了吗？真的还假的？这里走不过去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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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鸟叫声，害我吓到了。莓果再采一下，我采了蛮多莓果的欸。莓果应该是止痛药。等一下，不要每次都吓人好不好？欸，这里真的走不过去吗？蹲下来看看，走不过去，真的走不过去欸。我本来还期待它可以走过去的，结果不行。那可以绕吗？好像可以欸。不行啊，也不行，绕不过去。那这边可以走过去吗？因为往这边走是死路欸。死路不通。等一下，上面可以通欸。我可以走这棵树过来对面欸，所以要到上面去哦。好啊，那我沿着这一座山走回去，走到上面那一棵树上。有没有大家看，从那一棵树可以跨过这棵树走到对面去。好好好，我们走。很刺激哦，我看一下我的身体状态。精神充足欸，还是要喝一下。要喝一杯咖啡吗？先等一下好了。我主要是怕我之后遇到攀爬绳，可能要在山脚下睡一晚哦，就是补足体力。所以我现在不能跑，我现在要把体力省下来，不能跑。我太辛苦了，明明有体力却不能跑。这里没有攀爬绳可以让我攀爬上去。回音谷不是盖的，我们要看，等一下再看到走一走，看到回音谷的字的时候，要往左边走，然后一直沿着这一座山。对对对，就这里，这里就是回音谷，有没有？再往前面就是可以，上一次我们已经去过了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不去了。我们这次要沿着这座山走，靠着这一个座山。有咯，可以走过去咯，我可以走到山上了。绕过来，等一下开始飘雪了，不太妙。今天比较温暖一点，可是飘雪的真的不太妙欸。我们现在要爬山，爬这一座山脊，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倒掉的木头。哇，那个木头正在等着我们欸，是不是这一条路？这条路可以走上去吗？感觉这里好像一条路欸。可以欸，这里可以慢慢的爬上山里欸。哇哦，他们做得好好隐蔽哦。这是登山的路，慢慢的爬上山上了。哇哦，做得好好棒哦。等一下我们要走独木桥，我会不会走独木桥不小心就摔死了？我有点怕怕的欸。老实讲，我是有这么一点点啊，没有很严重，一点点的惧高症，就什么西回音峰，所以我走过去就叫东回音峰。哇，西回音峰。等一下，那个断掉的木头在哪里？是这里吗？我走出来看一下好了。哇，我现在在西峰上了。西风碰在下面，从下面可以走过去，所以我还要继续走这。哦咻哦咻，所以这里不是吗？所以我就不走这了。
我们走前面。哎，这里又有果树哦。哇，莓果其实很多哎，只是之前都不想采而已。想采的时候，其实发现它还蛮多的，还是这个山特别多莓果。嗯，不知道。我们走。这次我没有发现新地点，这里是不是要下山呢、啊？这里有要下山吗？到底树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们要怎么走过去？哎咻哎咻，那个断树嘞，又不见了，又没看到了，是不是走这里？我走这里下去看看好了，感觉都很危险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走不上去了，走不上去了，走不上去了，走上来了，走上来了，吓到我！啊，搞得好紧张哦，何必呢？我看一下啦，看一下那一个树在哪啊？断掉的树，不晓得哎、欸，这找不到路了哎、欸，这里没有来过 GPS。没有办法发挥作用，从这边下去看看，这一条路可以下去吧？哎咻哎咻哎咻，在下面呢、啊，明明就在下面，所以我走太高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走太高，还是走错路了？这里都没有地方可以下去啊！我们往回走一点好了，这里好像太高了，爬上来就为了采一些果实哦，感觉好像有点蠢。我们往下山下一点，它那个树没这么高，所以我们走太小条路了。这是我上山的路啊，这里都还可以看到我的脚印。哎，我觉得我应该是。还没有走到，再绕一次好了。这里太高了、啊，不小心爬到山顶了，对不起。我们改走这边好了。哎、欸，这里，鸡尾，这里我没来过哎、欸，鸡尾吗？没来过，先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机翼残骸。一个飞机的翅膀，发现新地点，哦，真的，飞机翅膀哎，一个机翼，所以这里也有箱子哦，箱子是拿来拆的，不是里面不会有东西啊，所以我要拆这两个箱子，拆完就要回家了。那我们那一根断木桥嘞，不走了吗？哎，这个是水。汽水，哇，史黛西和高峰牌，哎，还有橘子汽水，三大品牌都有，三大品牌一次满足，你喜欢喝哪一排就喝哪一排，而且还有那个观众跟我讲说，那个汽水虽然有耐久值，然后其实它根本就不会降，跟水一样，它只是拿到初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。就是可能会有30%、20%这种数字，可是它从来不会降。放个10天、20天，一样这么多。那有空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外面摆设一下好了，把汽水放在外面，有没有？感觉还不错。哎，发烟筒，帅！太好了，发烟筒，多来几根。我不要燃油了，我要发烟筒，2根、3根。4根、5根，哇，太棒了！帅，看来不急着回家了嘛。有这么多发烟筒，在紧张什么？抗生素、止痛药，帅！让我采莓果干嘛？对啊，我采莓果干嘛？这里什么都有啊。这座山太多东西了啦！哎、欸，又来了，每一次都这样。点起来，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要挥舞。他
没有走开吗？再挥一次，哎哎哎！为什么马上哎哎哦！哎，可恶！我讨厌火把，我讨厌火把。我看一下我的装备，哦，还有20度，他都要咬在我肉上面，是不是？91，还蛮好的。他都咬在我的肉上面，是不是？我讨厌火把，我等一下回家把火把全部都丢在仓库里。我不用火把了，我挥了2次哎、欸。我刚在这边看到红红的东西，我想要过去看一下。我要回家了啦，怒啊！怒啊！真的是，这个红红的是什么？就红红的。好了，回去了啦。下一次我们要记得这里，就是看到飞机翅膀，然后再继续往里面走，就是一直往这边走，走到飞机翅膀，然后再往里面走，可以看到，应该可以再看到其他东西吧。我觉得今天就这样了啦，遇到狼不开心，那个火把不开心，以后我还是要拿发烟筒。我比较喜欢发烟筒，你看这个造型特别顺眼，有没有？感觉就是好物，不像这个火把，有没有？一根大大根的。好啦，就是我不会用火把，好不好？其实我用火把的技巧还蛮差的，我用了几次，我觉得我闪狼的技巧还蛮好的，就是其实有注意到的时候，你看我每次被狼扑，其实都是莫名其妙被扑的，莫名其妙，这样讲对吗？总之，我觉得我被狼扑就是那种，我正在翻箱倒柜的时候，他靠近我，或是走过来的时候，他在某个转角，如果我有看到他的话，其实我都可以闪得掉的。很可恶，还好我的装备还撑得住，还有20度，这个还是算值得欣慰的地方了，没有损失很多装备耐久。哇，而且这个大后方真的还蛮后方的，可以发现好多东西哦，不是好多东西，要走好远哦，我走回来冰库了。真的，大后方，超后方的，哦呦，开始了，开始超冷的了，哎，没有哎，只是风在吹而已，就可能装备耗损的比较快，我先跑步回去。哎，等一下，熊，我天哪，这么冷，为什么会有熊？我宁愿跟狼打，我也不要跟熊打。我们现在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。赶快，赶快，先跑到冰棚里。二秀，水晶湖我到了，我现在根本就不敢回头，不敢回头看一下，熊没有，因为我刚才左边、右边是狼，左边是熊，非常紧张。好了，我直接跑回家了。这里应该不用进去吧？而且这个还没有门呢，没有门不保险。有门还担心来不及开门。总之先走回家啦，我被熊直接环抱的话，我就这一集就是最后一集咯。嗯，那里又有一只狼，奇怪，雪下这么大，你们为什么不回家睡觉了？像我现在就雪下这么大，我就想回家睡觉哦。还是今天其实没有很冷，0度，今天确实没有很冷，昨天比较冷，昨天都-30度哎，今天多少？-18度而已，暖了10度。我觉得最近来看惹龙大可应该会非常有感觉，因为寒流来袭，超级寒流，超级冷。我回来了，我看猛然回家一看，以为这个是箭头，有没有？就很远的地方看，哎，那你怎么有个双箭头要加速？是不是？我手指回来了啦，累毙了。这里还有20几公斤呢，还蛮多的。
把一些医疗药品放一半进去，还有什么？把一罐药水放进去。哇，还有好多东西哦。衣服没有，这次没拿到衣服，拿到很多饮料。这个，哇，好多哦。能量棒怎么越吃越多的感觉？全部都放进去。我还拿到什么？我拿到发烟筒、火把。我把火把放进去，我不用火把了，我留一根在身上就好了。这些火把我不想用了啦，发烟筒带三根，好不好？还有燃油，会不会太多啊？还好我没有听信你们的，回去拿油，太多了啦，对不起啊。还好没有，28公斤，比原本多哎。把这个开关机放在这里。把莓果70几个莓果，不晓得为什么要采这么多莓果，结果都拿到止痛药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放了差不多了。睡觉睡觉睡觉，看一下我的状态哦，烂透了。状态好差哦。喝点水，饮用。要不要吃些饼干，吃些罐头？饥饿。好啊，吃一下好了。吃那个我不可能会带的，就是有点重，有点重，不会想带的。这个我不会想带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开关器都带在身上了，因为这里太需要开关了。这里太需要了，真的。这个动不动就是要用开关器的，其他地方还没有这么需要，这里特别需要。飞机餐都是罐头食品，是不是？这算诋毁飞机餐吗？就算不是罐头食品，也是微波食品吧。等一下，民航局不是民航局，那些航空公司会不会写信投诉我？不会，我没有有名到这样。其实，在这一个家，那个你看有没有有风吹过去？我以为是什么灵异现象嘞。好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休息4小时，睡饱4小时，59%，要不是我59%，我其实今天还蛮想再出门的，是不是？口干舌燥，喝点水，继续睡了。我再睡一下，晚上起来是不是要烧点水？好像也不用，我还有水啊，我还有很多饮料，好了，睡，没事就睡觉，好不好？休息，没事就睡觉。我们就一趟来回，一趟解决一个点，每天解决一个点。那如果这个点有十个点让我们解决，我也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耗个十天左右，可以把水全部拿出来了，全部转移。可是我觉得我也要顺便喝喝饮料，拿一些饮料在身上喝，27的。其实这些饮料根本就不会坏啊，我干嘛在意它的耐久？喝，饮用，不管了、大家看到这些数字可能会不舒服，所以我还是把它处理掉。等一下，我是 不口渴，我拼命喝饮料，好像太浪费了。继续睡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睡饱了？真的。还要睡吗？不然要做什么？缝衣服好了。我的衣服刚刚被狼亲吻了一下。鹿皮裤。刚刚咬的是鹿皮裤。我没有鹿皮啊。我这里面有。有干鹿皮。干鹿皮和干化内脏。拿出来修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还要拿一个针线包修我的鹿姑姑，低于30%就可以修了。这个95的，好，我们在这边缝纫一下鹿姑姑。行动修补需要1小时40分，修补量30%，修补技术99，没问题，修补。这个声音好有趣哦。裤子99，缝纫技术没有，裤子98，缝纫技术100了，手艺精良。
我的缝纫技术高明啊，高明啊。那个我还要做什么？手套还不需要。这里好像没有布哦，我想不到这里最缺的就是布哎、欸，不缺啊这里。其实这边不缺啊，不缺布。我把这个拆掉。行动拆解可以拿到两个布，要20分钟。撕撕撕撕撕！我要来补我的那个，补我的围巾、围巾和帽子。围巾和帽子其实真的很容易坏、欸，我发现。行动修补围巾，我看一下我的状态，状态很好，可以全两个一起补完。行动修补围巾，修补，把它都补到100%。我的技术已经100了、欸，这样会不会修补时间变比较短一点？哎，时间对我来说，在这个游戏时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时间过得越慢越好，要修越久越好。我们就是有很多时间要浪费，不然我晚上在这边修什么？直接睡觉就好了。修完了，该修的修完了，精神还很充足哎。这个鹿皮靴，哇，裤子79，要不要补？要不要补？我现在保暖度加1度了，21度。裤子要补吗？有必要吗？再拿一个背心来啊！这里好多哦，厚的、薄的。好了，把针织帽拿起来啦，把它拆掉。那个有生意上门了，有没有？买走一个衣服和一个毛毛了，生意上门了，真好。那我把这个裤子也补一补，裤子、袜子先补好了。行动，都修补，没事就补一补，好不好？晚上也没不知道干嘛，返回，把这个手套也拿起来，普通手套，拆掉普通手套。行动，拆解，10分钟拆一个布，剩下5小时的黑暗了。再把这个裤子行动修补好，针线包太多，衣服太多，所以就是布太多，就是等于我们这样花费的。返回，哎呦，补的差不多咯，剩下有狼皮大衣还蛮好的。兔皮手套和鹿皮靴，这些都还没有到30%，这些是比较珍贵的资源。22度了，有点口渴，不会累，目前不会累，不会累还是要休息啊，哪有不会累就拼命做的，又不是神仙。好啦，我们继续睡啦，我们把今天睡掉了啦，明天再出发，白天再出发，我直接睡6小时，把今天睡过去。而且这个声音超恐怖的，噔噔！你在吓唬谁啊？啊！这个 BGM 太恐怖了吧？都白天了，是不是半夜做事就会有那种诡异的声音？你以为我在玩恐怖游戏哦？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吓唬谁啊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